绑架绑架。他问哦，我们累不累哦？打给你的父母。敢不敢哦？我站在演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ong。嘿，我是阿雅。嘿，我是郝林。我是老马老。我们是 Steady Gang。哇，卡都公，你们是不是期待我们很久了呢？很久没有看到我们一起拍片了，因为这个人太忙了。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嘉宾，对，她是一个男性荷尔蒙很高的美女，而且她很会车。我们来欢迎 Miko Wong。今天我们的 Miko Wong 单演雨雷这个角色来做特别嘉宾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给我们这些玩家一个 surprise， 我们打算绑架他们。这几个人哦，是你从 Steady Game 那边选出来的？啊，不是不是，这几个人是完美世界精心挑选的玩家，他们真的是玩家，还 Playboy and Playgirl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突击我们第一个玩家，突击，突击，鸡兔。鸡兔，我们第一个玩家 ，Lego。我站在你的国家，操作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ong。对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里，我们要绑架第一个人。等一下，那个人呢，应该是被骗来这里，暂住在这里这样。然后啊，他一站过来，我们就要拉上车。重点是他真正的是不知情的嘛？不知情。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所以现在就等我们的目标出现。对吧，拜托。Okay， 我现在就去抓过他，你看我怎么抓他。你要去抓。绑架，绑架，绑架，上车！绑架，绑架，绑架，上车，上车！你谁讲啊你？户口号码？打错、啊。想不到你是完全不会反抗，你吓到了是吧？你吓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快点走！别走！我们的女神雨林有话要对你说。雨林，雨夜的思念你好。对。别别别！到了。这样你有没有幻想过 Miko 是你女朋友？没有。没有啊。这样有没有性幻想过？我送你一个限定雨林的抱枕，我该抱我整天。我也要，我该真的抱整天。所以他以后就会长期陪在你的身边。还有这里里面是他的完美世界的一些限定的纪念品。可是你真的好淡定哦。为什么你这样淡定？你感觉给人家绑架到很有经验，你懂吗？像你知道我们随地跟会来的吗？他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敢不敢呢？我们喝水。我唔理，定可是我好像认识他哦，你看只认识我，你真的会中打了嘞！刚才假假绑架，我以为你是懂 Steady Gang 的啦。如果现在你不懂的话哦，你看我手掌啊，一巴攀下去哦，头最少转三圈，然后黏在这边两个礼拜。还跟你没喝，这个完美世界一 online， 这个一上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玩这个 game？ 对，我们绑架第一个观众，算是失败，因为他没有任何表情，然后他还不懂 steady game， 我操！你可以下车，可以下车，没有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绑架下一位玩家，我不要玩绑架，绑上来一个这样子嘞。我站在你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现在我们在第二个地点，现在准备就绪。等待我们的受害者。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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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Go go go！ 绑架！绑架 ！Go go go！ 打给你的父母。冷静。他没有冷静啊，他要抱你啊。完美世界特别版的。哇！刚才我在车里面，我就看到他很 enjoy， 你们是爆发上来就开心。请问你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你会担任什么角色？巴士，巴士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每次玩 online game 你在 top 的吗？我 top 里面吗 ？OK， 这样一般啊，你一年会丢多少钱在一个 online game？两三千吧，两三千啊，这样一定要把他拉进 game。我要开一个 steady game 的那个公会，你要不要进？想要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OK， 现在我们第三位，因为我们有五位嘛，这是第二位，第二位这个更是。
怎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啊？我真的不懂哎，这样子突然间被爆起来哦，然后是循规蹈矩。Go！我觉得这样子下去不习惯犯。这些人根本就是病在地底下生活，完全没有接触过外界人物，对吗？啊，我们用那个跑，然后带着跑，捉。就这样，我们下一个计划就这样子。我站在你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哨。我们现在啊、哦，要计划要下哈，我们要跑。不懂正常人会不会跟住跑哎？过，快点跑！走下去，小心，这里有很多人埋伏你，很危险的感觉哦。是，是这里吗？这里啊，请开门，自己开门。哦，你妈个头啊！哦，你还没完。哦，这个是补鞋。好，所以你以前在这个游戏中丢了多少钱？丢呀，大概有1000多2000块啦。Miko 讲不够 ，Miko 讲你要多一点。一定多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学的时候没有这样有能力了。对，有一个重点要问你，刚才有吓到吗？有一点吓到是不是、所以我们算成功吗？我们有成功了，有成功。 OK， 第三个终于成功了。所以我们去下一个地点碰下一个人。好，所以谢谢你。我站在你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哨。目标要出来了，这个他会吓死，有点紧张。我也是很紧张。是女的其他的反应，我一定要这样子抓，跟着我走。力给我压榨。我买呀，这我还败类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来呀，还来呀。你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？因为我要看他可以跑进去，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有跟他。这里，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有神出现在这边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吗？有神，有神仙。你有看到吗？没有看到这？没有。去打开门看。开门，你开门。啊，在里面，还在里面。哇！哇！我两个去。哎，这是送给你的雨林造型的帽子。哥，呀，恭喜你！我觉得他表情可以，可以。成功的幸运儿。哎呀！哇！真的留言太好了。对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你之前是用白虎哦。我的确是用白虎。说一下你刚才的感受。你有真的觉得要跑的吗？还是你配合？你们叫我快跑，很认真在跑呢。而且他跑，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他跑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快，干嘛跑？他直接跑到结尾了。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刚才在跑的时候在想什么吗？怎么了？有袭击吗？有袭击哦。这里有一些东西可以帮你解热一下啊。还有字的嘞。哇，还有。
有字哎，完美世界手游新马版，厉害耶！你之前玩这个完美的时候玩了多久？应该有五年以上了。五年哎，哇，这样子我们今天算成功吗？刚才有成功吓到你吗？一般、啊、哦，所以 也算成功了，不理。你的表情你完全不知道，是我们看 playback。还有，我们再打慢一次。非常谢谢你。所以我们成功吓到这个朋友了。而且还是我们五个人里面唯一一个女生，现在我们要去坐高下一个人，在另外一个地点，看我们用什么新的方法吓到啊。Lego。话痨哇嘎鲁贡，刚才那两个啊，好像看到米科，好像看到神仙下凡这样啊。太好笑了，真的太好笑了，真的太可爱了，很纯真的被我们玩，我有点内疚了。下一个，你看我们怎样给你死？你因为你是最后一个，你不要怪我们。真的，我在这演的国家操作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哨。哎，你是不是男？啊，温泉，那有男？救命服务，我那有拿你钱？换谁拿？不是我吗？谁？他？他？啊，他？是不是你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最好跟我们的老大讲清楚啊！是不是你讲？来，你跟我们去跟我们老大讲。你们在拍什么？你们在拍什么？不要乱拍。他问我，我们累不累我？我们俩要死，先跟老大交代一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累不累。老大讲一下，你去问我们老大累不累？他敢问我累不累？竟然敢问我们累不累？累是不？啊！这个人，老大。棒！啊、他也叫雨林啦，嗨！你坦白讲，你刚才第一眼我们有没有吓到？有没有扔到我们先？扔到了，扔到了啊！一来就扔到了。哎，还有你们在那边而已，不好玩的。哦，他已经看到我们这个。嗨！终于找到一个，终于神粉丝，终于认识我们的了，很辛苦找到认识我们的，很难找的嘞，我们。很辛苦啊，这个。如果你刚才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又不认识我们，你会被吓到。我会跑。如果我们 Steady Gang 有玩完美世界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吗？会吗？你原本有没有工会？有啊。这样你要不要叫你们的工会全部一起进来我们的工会？已经是等着了。哇、okay ！所以你们已经有自己的工会，对不对？多少个人哦？一个是200多，一个100多。哇！所以在等住这个game台啊，是哦。叫我们进你们的啦。可以，求你带飞。哦，你们已经有这样大的 group 啊。哦、OK， 所以也非常感谢你和支持这个游戏，然后也恭喜你是我们的幸运儿，耶、yeah, yeah, yeah, yeah. ！OK， 我们的这个影片也算是结束，也算圆满了啦，哦，所以好彩最后一个是认识的，哎呦嘿啊，你是最后一个，嘿，到了我们结尾 ，stay game 要怎样？这里有一个红色的 button 要怎样？一。这个盘下去，哎，还没有 subscribe 频道，记得 subscribe。哎，不要了，哎呀，懂吗？懂了，还有米高忘了的，还有我的，终于拍完了，太开心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也应该要结束掉这一个节目。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下载这个完美世界的话，请到以下的 link， 好 ，description 下面罢了，加入我们，跟我们一起玩完美世界。他的帮主没有在那个见面会领到礼物，对不对？没有礼物，没有抽到奖，对不对？啊 ，OK 的，我们安排一份给他。啊，1053有听到吗？1053，我们给你一份。